好，看到开南大学这边有很积极的攻击，第一球呢，开路先锋陈彦廷挥出安打。对，准备了，有时候是让自己的一个身材啊，就是变得更茁壮这样子。好，对，游击手来不来得及呢？在这个投手的调度，我应该就会让这个教练团比较有余裕去运用，或好好的去运用。好。落后四分的开南大学在这个半局马上就有好的开始，三支安打演出猛打赏。哦，这时候又是安打吗？没错，第四支安打出现了，而且右外援手第一时间没有把球处理好，这个时候是哦，他都传进来，我觉得做的还不错。二三垒有人喽，因为你要看这个一垒上。